没想到赵军会如此待我。哎，我姐姐呢？你该不会没选她吧？当然选了，这么好的姑娘怎么会不选呢？那她怎么没和你们一起出来？是你们汉家的皇帝强行将昭君姑娘留在宫里，说三天之后等我们离开长安时才能接她一起走。啊，那可坏了，姐姐最讨厌就是在宫里了，现在啊她心里指不定怎么难受呢。这些天只顾忙大事了，没想到选派给呼韩爷的竟然会是他。刘氏那小子我看是疯了，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女人送到匈奴去，要是我青莲蜜爱还来不及呢，哪舍得让他离开半步。我看皇上后悔得不得了，他在大殿上暗示王昭君，如果他能留下来享尽荣华富贵，可惜王昭君不为所动，根本不买他的账。没想到刘氏那小子还真把王昭君给留在宫里了，我看他不甘心，还想再下下功夫。他若强行把王昭君留在宫里，可就大大得罪了呼韩爷，那呼韩爷能忍下这口恶气吗？哼，到那个时候可就出大事了。哼，闹吧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刘氏这小子是点了一把火，把自己架在火上烤。红颜祸水这句话一点不假，为了一个女人他连自己的江山社稷都顾不上了。哼，可惜呀，这个女人是为我准备的。胡汉爷一旦翻脸，大兵压境，咱们就借机攻战场，夺了那个宝座，到时候王昭君还不得归我所有。刘氏啊刘氏，可怜你鸡飞蛋打，到时候什么也得不到手，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。我看他是气数已尽了。嗯，不过皇上历来没主见，可千万别让萧望之、王凤这些人三言两语说的打了退堂鼓，我们得再往这堆柴上添把火。这就放心，这把火我就给他添上。还有那个平都公主，哼，头脑简单，性情怪异，大可为我们所用啊。对付她我轻车熟路，你就放心吧。谁呀？来了来了。姑娘你找谁啊？我找王猛先生，有急事。哦，那你进来吧。少爷，有位姑娘找你。姑娘？对，是我，王先生，我有大事和您商量。原来是婉儿姑娘啊。出了什么事了吗？姐姐今天一早进宫去了。这我知道。王先生，你是姐姐的朋友，我看得出来你是个正人君子，姐姐的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才好，想来想去就只有找你了。昭君小姐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只管说吧。昭君姐姐愿意随公主出塞，本来是为了逃出宫中这个樊笼，到自由的天地，为我大汉和匈奴的和好做一点事情，用她的话说就是要学那个冯辽。昭君小姐果然不是平常的女子，他志存高远，多少男儿也不及他，令人钦佩啊。可是姐姐毕竟也是个女孩子啊，平常女孩子的烦恼她当然也有了。哦，她有什么烦恼？或许我能帮得上忙啊。姐姐出宫之后偶然遇见了一个人，他们俩一见钟情，结果原来他已有了意中人了，难怪。你猜他爱上的那个人是谁？是谁呀？他
呀，就是匈奴的呼韩邪单于。怎么会是他？对呀，偏偏就是他。本来我们也不知道，今天姐姐进宫，我不放心，就一直在宫门口等着。后来看见呼韩邪单于，这才看出来。当时啊，真把我给吓一跳。这岂不是皆大欢喜吗？我也听说和亲大礼已经成了，我想他们两个很快就能在一起了。什么呀，姐姐啊，他被皇上留在宫里了。什么？是真的，皇上不让姐姐随呼韩邪单于一起出宫，说是三日之后单于大队启程回匈奴时再到宫中去接姐姐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也是心中疑惑，我和姑妈一商量就赶紧来找你了。王先生，你说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哎呀，不好说呀。啊，今天太晚了，宫门也关了。我想明天一早我就进宫去打听打听，看看有什么消息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尽我所能帮助昭君小姐完成心愿。谢谢你王先生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单于，睡不着了吧？是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开始后悔没能把昭君带走。唉，也许他们说的对，我实在太软弱了。我理解你的苦心，你忍辱负重，只不过是想尽快促成胡汉盟好。今天在未央宫，人家用汉家的礼俗规矩啊来压你，你也是没有办法。哎，昭君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地方，在那儿多待一天他都不愿意，让他在那儿受罪是我的不对啊。虽说今天是第一次见面，可我一眼就看得出来，那位昭君姑娘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好姑娘，她能为了单于，为了我们匈奴隐忍下来，实属不易呀。日后他一定能够帮助你完成统一匈奴的大业。单于这样的好姑娘，他是不会怪罪你的。我知道他不怪我，但是他现在待在宫中，我担心。你担心汉朝的皇上？不错，在大殿之上汉朝皇帝画了一画，我是怕他会找昭君的麻烦。一个姑娘在宫里，万一……不会吧？我是担心他们会节外生枝啊，就像今天不让带走昭君一样。那……所以我想连夜进宫一趟。这太危险了。没事的，白天我已经把进宫的路线都看好了。那一切你可要多加小心呐。放心吧，有人接应。白将，朕要去偏殿看看。是。哎，陛下要去哪位娘娘的寝宫啊？不是娘娘，是昭君姑娘。啊，陛下说的是新选出来的匈奴胭脂啊。什么胭脂啊？她还没嫁给胡韩邪，还不定是谁的人呢。是朕怎么就不能去看看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还磨蹭什么？摆驾呀。是皇上摆驾，选王昭君准备接驾。嚷什么嚷什么？朕就这样悄悄地去，
也不用让什么人准备接驾。是，奴才这就随陛下悄悄地过去。回来的时候也不要和任何人说起。是，奴才遵旨。陛下，陛下深夜造访，有何贵干？昭君姑娘，我快快请起来。谢陛下，为我大汉的长治久安，昭君就要和亲匈奴，临行之前蒙陛下亲自相送，昭君实在不胜感激。啊，朕正是为此特来看看你。陛下厚恩，昭君定不会有负朝廷。陛下日理万机，还是请陛下早早回宫吧。这个，其实朕今夜前来，原有一件事情想亲口问问昭君姑娘。昭君姑娘，朕就是想亲口问问你，你果真是自愿请行去匈奴？是，是我自愿请行的。匈奴数千里之遥，匈奴斋席冰天雪地，生活艰苦自不必说，你真的是自己愿意去？昭君知道，昭君愿意。莫非你自感美玉蒙尘，明珠暗投，久在深宫之中郁郁而不得志，这才在自怨自艾之余萌生此偏激的想法？昭君姑娘，若果真如此，你大可放心，朕已得知真情，断断不会让你埋没在宫中抱憾终生的。多谢陛下，昭君的志向不在深宫，所以也谈不上委屈埋没。你既已入宫，却志不在此，这是为何呀？只怕昭君说了，陛下不爱听。这天下百姓，又有多少能自己主宰命运？你是说，你并不愿意入宫来？久闻陛下仁厚，以儒治国，希望陛下日后能以天下苍生为念，多多体谅百姓的疾苦。没想到你还这样明达事理。哦，对了，你说过你自小在元阳长大。是，昭君自小在元阳长大，看惯了天高地阔，宫中闭塞，不会是昭君所愿。你若留在长安，这会让你过上天高地阔的日子，不会让你感到拘束和闭塞的。昭君已立定志向，长安没有我施展的天地，我真正的天地在匈奴。昭君姑娘，你若留在长安，朕会给你想要的一切，朕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昭君姑娘，陛下，不是你自己答应昭君，将昭君嫁往匈奴的吗？不错，当初朕是钦定你去和亲的，可是朕是上了他们当啊，朕不知道这个王昭君就是你，都是王阳守这个坏蛋竟敢拿假话来骗朕，朕一定讲到千刀万剐为你出气。请陛下不要迁怒于人。都是王阳守这个奸贼误朕误国，他明明知道朕在找你，不但隐瞒不报，反而王先生与昭君多有交往，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，昭君并不怪他。你居然不怪他？你知道吗，自从去年月夜朕在幻岩见到你，朕就一直在找你啊。你
这是朕所托非人，居然托马延寿这个坏蛋在宫中找你。朕今天才明白，其实他早就把你找出来了，就是不肯告诉朕，反而用这副假话来骗朕，这是真正可恶。请陛下息怒，赵军何德何能，况且赵军本无心攀龙附凤，毛先生这样做也算不上什么大错啊。不不不，赵军姑娘，只要你愿意，一切都不晚，一切都来得及，一切都来得及呀。只要你可以留下来，朕什么都可以给你，朕能让你实现你的愿望，朕甚至让你统帅六宫，目仪天下的。陛下，君无戏言，你答应过的事怎么可以贸然反悔？可是朕实在是舍不得你呀，你知道吗？在朕的心目中，你就是朕梦寐以求的女人，昭君姑娘。请陛下成全。朕贵为天子啊，从来没尝过被拒绝的滋味，你今天真尝到了。在你的心目中，朕堂堂大汉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就不如那胡海爷一个夷狄之君吗？请陛下恕昭君斗胆。朕是皇帝，自然不会强人所难，朕要让你心甘情愿。你等着吧。虽然镇定，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害怕。不过你现在来了就好了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宫里。我现在就带你走，不许任何人再欺负你。不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要说。坐。昭君，你……我不能离开。昭君。和亲到了这一地步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保护自己。刚才听皇帝说，他明明要留下你，他是喜欢上你了。我怎么可以把你留在这种危险的地方呢？匹夫不可夺志，他奈何不了我的，只怕他未必就此罢休。也许天一亮，他就会来找你麻烦。我一个男人有什么好怕的，倒是你一个女子啊。你大哥，你知道吗，天下的人都知道昭君是你大单于的女人，我想她不至于甘冒风险。但愿如此吧。大哥，过去常常听人说呼韩爷大单于平日里总是处乱不惊，可是没想到如今，如今是为了你呀、啊！难道你没有听说过“关心则乱”吗？大哥，昭君，刚才那汉家皇帝以目仪天下来打动你，你却不为所动，你心甘情愿的离乡背井，
跟我到塞外去，我才知道你对我情深意厚。母仪天下又怎么样？在我心里面，永远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，更值得珍惜。昭君，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一直不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随嫁去匈奴？我本来是想摆脱宫中的牢笼，去寻找一片自由的天地。昭君从小的志向，就像男儿一样，可以建功立业。昭君不限于闺房天地，即便昭君做不了匈奴胭脂，也会帮你干一番事业的。汉匈和好，不仅是匈奴的事，也是汉朝的事，不仅是你的事，也是昭君的事。我会好好帮你，努力做一个冯辽的。冯辽？你说的就是那个随汉朝公主嫁到乌孙的女人？怎么，你觉得我可以吗？你当然可以，但是我不许你做冯辽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，那个乌孙的国王并没有娶她，而是把她嫁给了一个亲贵。我跟她不一样的，我一定会娶你。可是我听宫女们议论，平都公主似乎回心转意了。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相信我？我当然相信。我知道你是一个英雄，有任自己施展的天地。你的天地和事业是在匈奴，你是属于匈奴的，不仅仅属于我昭君一个人。昭君，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心。说心里话，即使我们没有产生感情，为了胡汉友好，你也应该是我呼韩爷单于的胭脂，应该是我们草原王庭的女主人。还有，你能够帮匈奴、帮大汉做很多事，因为你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女子。你是匈奴的大单于，你应该娶一位汉朝公主，这样对匈奴大汉都有好处。我应该娶爱我、爱匈奴、也爱大汉的女人，是不是公主这没关系。你是说我吗？还能是谁呀？只是不知啊，你是否心甘情愿呢？怎么，你是不是拒绝呼韩爷啊？你真坏。好，周全，你也累了，离天亮还有一会儿呢，你睡会儿吧。来。不，大哥，我不睡，我怕这一睡你就会走。你放心好了，来。当时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的云大哥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在我面前，如天神下降。皇宫深院戒备森严，在他却如履平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皇后的担心成全了我们。她担心皇上真的把我留下来，于是她授意羽林军在暗中相助，这才是云大哥能够出入平安。怎么王大人到现在还没请来？奴才已经差人去请了，王大人马上就来。你再去一趟。是。王凤大人到。妹妹，你们都先退下吧。既然呼韩爷愿意，为什么还要把王昭君留在宫里，不马上把他带走呢？
这就是人家呼韩爷和皇上的区别了，人家心里面装的可是江山社稷，哪能只为一个女人呢？他心里装的是匈奴的江山社稷，可这王昭君就要成为我们汉宫里的祸害了。出事了吗？你还不知道，昨天晚上皇上悄悄地去见这个王昭君了。啊，皇上太鲁莽了，他就不怕就此激怒了胡汉爷？那他留在王昭君那了吗？那倒没有，两个人只是坐着说了一会儿话。还好乱子没有闹大，可就怕夜长梦多啊，还要有两天王昭君才能出宫随呼韩爷启程，这两天要是真出什么事儿，那可怎么办？据说昨天晚上皇上已经亲口许诺，如果他肯留在长安，那皇上就让他统一六宫，母仪天下。那我真的？那还有假？那他答应了吗？奇怪的就在这儿，王昭君却坚决不肯答应，还是要执意到匈奴去。你说他动的什么心思啊？是啊，难道他是心甘情愿去匈奴？还有那个平都公主，一回到宫里就大喊大叫，说是王昭君抢了他的好姻缘，哭着喊着要讨回来，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啊？照我看，如今这个烂摊子是谁也收拾不了了，皇上在那儿呢，谁敢动他呀？我们就认了，任凭王昭君留在宫里骑在我们头上。就算我们认了，呼韩爷也不会认呐。一来二去闹大了，就是兵戎相见，社稷之灾呀。那可怎么办呢？我们不敢动皇上，我们得找一个动得了他的人出来。我就不信我们这位以儒治国的圣上难道连孝道都不讲了吗？你是说皇太后？可是他避君甘泉宫，不再过问任何事了。别的事他可以不闻不问，这件事不成。你马上出长安去甘泉宫，把这里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皇太后，要他老人家亲自处置这件事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单于，你可回来了，大家都为你担心呢。没事，你放心吧。有个人在里面等你呢。谁啊？就是那个什么平都公主，一大早就来了，看你不在非要等你回来不可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大汉公主，我们也不好硬轰她呀。嗯，你做得对，我去见见她。公主殿下。大单于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御驾光临，有何贵干呢？大单于，我这次是特意来对大单于说，我愿意随大单于一起去匈奴。公主，听说前一阵子你身体不好，不宜远行啊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昨天我一见到大单于，我就什么病都好了。和亲大礼已成，虽然公主表示愿意去，可在下却不敢委屈了公主。能陪伴大单于去匈奴，我没什么可委屈的。昨天汉朝皇帝在大殿上亲自降旨，后天我就要带我们匈奴的新胭脂回去了。公主，今天非常感谢你能到访，但是公主，你千金之体在外面不宜久留啊，我派人送你回去好吗？大单于所谓的新胭脂就是王昭君吧，他出身卑微，怎么能配得上大单于呢？他配不上，难道你就配得上吗？阿诺兰，来者是客，不得无礼。你是谁？这般放肆。你才放肆呢。我是匈奴的阿诺兰公主。你是匈奴的公主？没错，难道你汉朝的公主尊贵，我匈奴的公主就不尊贵了吗？刚才是我不知，多有得罪。
日后我要去了匈奴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妹妹照顾呢。陈瑜，你到底要带几个汉家女子回去啊？当然只带我一个。那个什么王昭君呢？她拿什么跟我比呀？一个低三下四的宫女。公主，你应该回去了。宋珂。公主，请吧。大单于。不送。贤弟这次回京，恰逢国事繁杂，朕也没和贤弟多畅聚畅聚，实在是抱歉得很呐。唉，陛下这是说哪儿的话？陛下待臣弟亲厚，臣弟感激慕名。知道汉匈议和，国事繁忙，陛下心系江山社稷，故而臣弟也不方便多来打搅陛下。是啊，本来大事将了，可这了又未了，实在是令人烦恼啊。昨天我在大殿之上已经看出来了，陛下对那位王昭君可谓是一往情深呢。可是这么一位国色天香的美人，陛下怎么忍心将她送到匈奴去呢？朕又何尝舍得，只是王昭君心如铁石，坚持要去匈奴，朕也劝她不动啊。啊，陛下已经劝过她了？啊，昨夜朕去劝过他，可是，他不为所动。原来这样，想到王昭君可能是在后宫受到了冷落，以至于不相信自己居然时来运转。倘若陛下将他留在宫中，天长日久，他自然会明白陛下待他的一片情意。贤弟说的有道理。王昭君这个女人，就算陛下不喜欢她，也不宜将她送到匈奴去。这是为何呀？陛下请想，王昭君现在已经是宫中之人，知情的说她只不过是个掖庭待诏，还没有受过陛下的宠幸。不知情的以为她既然已经入宫，就已经受到陛下的宠幸。你说这举国上下四海蛮夷，是知情的人多呢，还是不知情的人多呢？现如今汉匈和亲，陛下居然将自己的嫔妃举以送人，这岂不让四海诸邻耻笑我大汉？陛下的名声也不保啊。贤弟不说，朕几乎自误啊。你说的不错，这个王昭君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去匈奴啊。正是。昨天在大殿之上，朕已亲口应允了胡海爷，这突然变更，可怎么向匈奴人说呀？平都公主不是自己又愿意去了？你也看出来了。真正有意仍由平都公主前去和亲，可是不知让谁去商榷此事为好呢？陛下，倘若真的无人，臣弟倒愿意毛遂自荐，代圣分忧。如此重大之事，原该派一位亲贵前去，贤弟愿亲自前往，那再好不过了。如此，臣弟就回去准备准备。贤弟和那胡汉爷好好商量，万万不可惹恼了他。陛下放心吧，臣弟心里有数。好，那快去吧。告辞。昭君，相公公，我来晚了。我知道你心里着急，无处打探消息，我先替你去打探了，这才赶过来见你。姑姑，谢谢你。不过我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好消息。如今这宫里上下都传遍了，说是皇上要将你留下来，另派他人去匈奴。这个我已经猜到了。昭君，你想好对策了吗？那呼汉爷单于呢？如果他知道了会怎么样？他已经知道了，昨天晚上他就在这儿，皇上的一言一行他都看见了。昨天呼汉爷单于在这儿？哎呦，他胆子也太大了，他也太多情了。可是
我们在宫外的时候已经认识，只是那个时候我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你是说他就是你的心上人，对不对？哎，太好了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可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。所以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本来昭君去匈奴要促进汉匈和好，却没想到居然因为昭君，汉朝与匈奴就要反目成仇。看来昭君成了汉匈之间最大的祸患。